结婚一周年，纪念日快乐，干杯。好喝。老公，我有准备礼物要送你哦。你有准备礼物送我，是什么东西？等等，我也有礼物要送给你哦。真的假的？等等，这个东西呢，非常的可爱，你一定会喜欢。纪念日快乐！谢谢老公。嗯，赶快打开来看看喜不喜欢。这是我想要很久的那条手链。就知道你会喜欢。没想到你还记得，谢谢你老公，谢谢你。不客气。好，接下来换我。我也有。当然有。是什么东西？噔噔！哇，看起来很名贵耶。该不会是名贵的手表吧？老婆，嗯，你有没有拿错礼物啊？你要包个红包给我，也不用包个272块啊。谁告诉你这是红包啦？这不是红包？当然不是。啊！哦，我知道了，这该不会是我以后的零用钱吧？哎呀，我现在1天100块已经很可怜了。都不是，这是孕前健康检查的费用。孕前健康检查，嗯，是什么？我听人家说，想要怀孕生小孩，就要去做孕前健康检查。如果你是涉及在台北市的已婚市民，然后呢，去特约的医疗院所受检，还会有补助，所以就只要272块。嗯啊，老婆，你的意思是说？我们要生 baby 了。太好了，老婆，太好了，谢谢你。哎，我们要的小孩要叫什么？大家好，我是高文英。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的是台北马偕医院一般儿科主任，同时也是国内遗传学权威的林炫佩林主任来接受我们的专访。主任好，欢迎你。主播你好，大家好。主任，我们一般都知道所谓的产检，我来的，所谓的孕前检查啊，它大概包含什么？小卢啊，你要给加一挂，这是我吼跟恁爸哦，按下岗才刚查回来土鸡啊嘞，啊，跟恁平常时拢住台北啦，啊，恁当时转来一个。啊！你今麦搁准备要生囡啦，啊，给抱起来哦，好。谢谢妈。哎，啊！你安规工的油头革命，啊，喙齿也唔去抠抠的。早起就抠好啊啦。哎，啊，早起就抠掉啊，啊，那花紧啦。爸，你怎么了？你早餐也没有吃，你现在午餐又不吃，啊，你是不是哪里有不舒服？要不要去看医生啊？你才要看医生嘞。我好好的，我干嘛看医生？哎，大明啊，是这样子的，你们两个计划生小孩，爸是很高兴。哎，孙娜若生出来，我就听得破啊，对不对？啊，不过我若想到恁三姐迄个孙娜吼，我真正错了蛋。爸，什么意思啊？啊，就恁三姐迄个孙娜生出来，讲有智能障碍啊，啊去看医生哦，检查结果，讲什么的基因病变咯。我是咧烦恼讲大明吼，伊身躯唔知有这个基因无啦。哎呦，这你免烦恼啦。人小卢吼，人伊讲吼要去做这孕前的健康检查啦。我听人讲吼，这健康检查吼是要预防吼生出来有一种遗传疾病的囡仔。啊，到时阵吼，恁两个甲这情形讲给医生知影，甲咱的家族的情形讲给伊了解，好医生吼家己去判断，安唔得好。对啊，爸。我跟小茹啊，就会去看那个孕前健康检查，不要操心了。哦，就先检查个清楚了，知无？安尼我就较放心啊啦。食饭啦。好好。哎，你我都未要。嗯，我未要，做要的啦。来，叫叫叫叫叫。再次只有这样。小茹给抱的，给抱的。来来来。来来来。
加入啊，事先的协助是。那另外就是有家族史的话，那当然有遗传的家族史，更应该要小心的事前做防范。所谓的孕前检查啊，它大概包含哪一些项目？一般人是比较不知道说我应该去进行这些项目的。对，孕前健康检查其实它跟我们一般的健康检查有相雷同的地方，但因为它针对的是自己的健康状况，以及夫妻双方或男女双方准备孕育下一代，有没有可能在这个遗传学上面有潜在的一个危险？还有很重要的，因为要孕育下一代，对，所以遗传的因素就相当的重要。所以这里面我们会做一个建议。必要的时候，国内已经有不错的一些筛检，特别是针对在台湾地区我们的海洋性贫血的带因的状况，以及脊髓性肌肉萎缩症的带因的状况，它的发生率其实是偏高的。那在过去可能我们没有很好的方法，但最近十年以来，我们有很非常有效率，而且是非常可靠的一个检验方法啊，让这些年轻的夫妻，他们可能是带因，但他们是健康的，但是完全事前无所知的一个情况之下能够给予事先的协助。是。那另外就是有家族史的话，那当然有遗传的家族史，更应该要小心的事先做防范。那还有另外一点呢，有一些疾病譬如说传染性疾病是譬如说丙型肝炎，那还有水痘德国麻疹甚至艾滋病等等呢，这些的检查呢是必要的。因为这些疾病不只是会对个人造成一些影响困扰，还有它有可能会传递到下一代造成的下一代的先天性的感染而造成遗憾。那如果能够事先做检查，然后事先给予防范的话，那我想这些遗憾也会得到解决。总而言之，是透过孕前检查凸显孕前检查的重要性。小姐请问一下，我跟我太太想要挂孕前健康检查，请问要挂哪一科？挂妇产科就行了。那这样，这是我太太的健保卡，她挂好。先生，您的健保卡也要哦。我？小姐，你可要看清楚，我可是正港的男子汉，怎么可能需要挂妇产科？先生，夫妻做孕前健康检查，只要一起挂妇产科就可以了。是这样啊，我还以为我们男生就是要挂泌尿科的。这是我的健保卡，谢谢。陈太太，陈爷，请坐。谢谢，谢谢。两位今天是来做孕前健康检查吗？好，这边有份资料，麻烦请填一下，好吧？我来填。医生，请问一下，因为我们有亲戚曾经生下智能障碍的孩子，那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在检查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什么事情？好。因为陈太太今年已经35岁了，属于高危险的妊娠族群，而且再加上家族中可能有这种遗传疾病，所以我建议现在可以做遗传咨询，为怀孕做准备。好，没有问题。好。刚刚提到有个特殊的孩子，不知道是两位哪一边的亲戚啊？是我这边的，应该是我三叔的大孙子。好，那你们说一下，是你爸爸有几位兄弟，还有他的排行好不好？我爸他们总共有6个兄弟姐妹，然后我爸是长子，所以。好的，这就是我们今年工作的一个大致状况。各位同事，针对今年的这个营运计划呢，有几个重点要提出来跟大家讨论一下。首先呢，就是我们新客户的开发，希望今年呢，我们能够针对传统产业呢，我们来进行我们的这个执行的工作哈。传统产业呢，比方说这个成衣公司，还有这个食品的公司，希望呢，我们可以把这个今年呢列为我们重要的一个开发对象。那么再者呢，在我们的人事部分呢，我们会新成立一个分析的部门。不接我电话。这个分析的部门呢，就是我在开会。希望能够对消费者的需求他们的喜好呢，我们来做一个了解，弄清楚，搞明白。
将来呢，你们在面对这个新客户的时候呢，啊，可以提出更有利的报告来说服他们。没听到我亲口说是你的损失哦，可以达成。我怀孕了。什么？我怀孕了？长官，各位同仁，对不起，我老婆刚传简讯来说。她怀孕了，原来是你老婆怀孕了，早讲嘛，那哪有男人可以怀孕的？老婆怀孕了，这是好事啊，这真的太值得恭喜了，哎，大家给她掌声鼓励鼓励，哎，谢谢，谢谢，谢谢大家，谢谢。怀孕第30天，自从在脸书上和大家分享我的喜悦之后，好姐妹们说什么都一定要揪我出去聊一聊。小茹，你现在看到这些蛋糕会不会想吐啊？我记得我那时候连闻都不行哎。啊，不会耶，我还是觉得很好吃，可能才刚开始吧。对，应该是。你现在算一算，到时候应该会生一个狮子座宝宝。狮子座宝宝？对啊。我想一下，现在9月、10月，哎，真的耶，明年8月。狮子座不错，很有领导能力，对，很棒棒。那你有没有想过要生男的女的？男的还女的？其实我没有想过，我觉得生男生女都好。嗯，那你怀孕的时候都在想什么？我都在想，我一定要生一个健康的宝宝。嗯，很好哎，可是哦，你可有的忙哦。我可有的忙，忙什么？嗯，我也是从怀孕以后才知道，从现在开始啊到生产，有一大堆产检项目要做哦。一大堆项目，像什么？要是积极一点的话，除了健保给付的产检之外，还有很多自费的项目哦。所以有些是要自己花钱的项目。嗯，我觉得 OK 啦，因为为了确保孩子健健康康的出生，真的是每一个环节都要细心小心注意啊。所以说，你当时在怀宝宝的时候，就是都有经历过这些关卡。对啊，我记得我每次要产检前的一个晚上，我几乎都会做噩梦呢。所以说，接下来9个多月，不就都跟闯关游戏一样？为了 baby 健康，每一次产检都像是一次考验喽。陈太太，陈先生，医生，恭喜你怀孕了，谢谢。是是是，今天呢，我们要做第一次的产检了。嗯，除了超音波的检查，还有一些常规的抽血项目。而这些项目呢，包括了血色素、血型、Rh 因子、第一次的梅毒血型反应、艾滋病，还有遗传血液疾病，像是这个海洋性贫血啊这些的。哇，这么多项。嗯，哎，请坐。另外，由于我们国人的这个脊髓性肌肉萎缩症代孕率都相当的高，所以我们会建议有计划生育或者是已经怀孕的民众，最好都能够进行相关的检测。不过这些都是自费的项目，你们可以评估看看是不是要进行该项的检测。嗯，医生没有问题，只要是为了宝宝，所有该做的检查项目我都愿意。老婆，你好有冲劲啊。根据先前的遗传咨询分析，还有陈太太您是属于高龄怀孕，我是建议在怀孕的第16到18周中间可以试做羊膜穿刺进行染色体检查。不过检查正常也并不保证的胎儿从此一直到出生以后都一定很正常，还是要规律的配合其他应该做的产前检查。OK 的，我有信心，我可以带着 baby 冲过所有的关卡。老婆，我支持你。嗯，加油！产前检查的重点并不是做越多次越好，接受越昂贵的检查就越有保障。如果没有家族的遗传史，
而且年龄在34岁以下的准妈妈，我们的建议是，只要能够非常的配合的在产前检查有10次由健保所给付的一个流程之下呢，跟非常值得信赖的、非常专业的产前检查的妇产科的团队的协助之下呢，那可以得到非常好的、有保障的照顾。那在如果做进一步的自费项目的一个推荐上面呢，我们还是极力的推荐要以非侵入性的检查为主，可以接受的是母血筛检唐氏症以及海洋性贫血的一个筛检。如果筛检上面是有任何的阳性的一个问题的时候呢，我想您的照顾的产科的主治医师再会跟你做进一步的解说。产前的检查里面有一个是非常非常的值得跟大家来推荐的，是脊髓性肌肉萎缩症的一个检查。那这样的筛检也是从妈妈的检查做起。在台湾地区，因为有将近1/40到1/50的带婴的一个状况，所以呢，这样的检查是一个相当的值得的一个产前的自费筛检项目。当检查出来是带原或带婴的时候呢，那进一步的一个安排是配偶。那如果双方都有这样的一个带婴的状况的时候，那最后安排相关的羊水或者是特殊的检查。看到没有？这个是你们宝宝。没有很清楚哎。现在才8周而已啊。不过他的心跳声很有力哦。真的吗？心跳声很有力，代表他很健康，对不对？老公，你听到没有？老公，哎，干嘛？这真的是我们的宝宝。我真的要当爸爸嘞！哎，宝宝是在我的肚子里，又不是在你的肚子里，你干嘛？怀孕第56天，第一次产检顺利过关，还拿到妈妈手册了。Baby 啊，告诉你一件好笑的事哦，今天爸爸第一次和你见面，他好开心哦，把妈妈的手抓得好紧。真受不了，不过妈妈今天看到你也真的很开心哦。老公，吃饭咯。母的，今天又要吃菜哦。是啊，你看我澎湃，我好吃，你真正就幸福嘞。嗯，可是已经从初一吃到15嘞。啊，我现在就闻到肉味就想吐啊。可是我不会啊。你说什么？没有。好，没关系，你就自己一个人出去吃炸鸡，我跟宝宝呢，两个人就在家里孤零零吃我们的晚餐。没有，我喜欢吃，你看。哇，这个青椒看起来哦，好红哦，好漂亮，看，好吃哦，好吃，好吃就多吃一点，吃完了红色的，看黄色的也很棒啊。怀孕第64天，我现在连一点肉味都闻不得，已经2个星期了 ，baby 啊，妈妈知道你不想吃肉，可是爸爸快冻萎掉了耶。真的又瘦，肚子好像没有吃饱。老公，吃水果了。不行，为了可爱老婆还有未来的宝宝，我一定要努力振奋。老婆，我来了。好，陈太太，陈先，医生，是，我们今天除了例行检查之外，按照原先的规划，还包括了这个羊膜穿刺的检查，准备好了吗？还没耶。医生，我听人家说羊膜穿刺是要把针刺到我的子宫里面，那这样那个针不是会很长吗？大
大概差不多15公分左右。啊，那么长，那吃进去会不会吃到 baby 啊？放心，我们全程都会透过超音波观察辅助，而且羊膜穿刺的针呢是属于双层针，钢针外面包覆的软管针，然后它实际外径比抽血针还要细，钢针在插入以后就会拔出来，留下软管针在体内抽取这个羊水，所以你放心，不会伤害到 baby 啊。有任何问题可以告诉我，来问我，然后我可以帮你一一解答。谢谢医生。谢谢医生。龙妈妈取样的检查的目的跟羊水检查的目的其实是非常非常类似，他们就是在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方式之下来取得胎儿相关的细胞来进行检查，或者是经过的细胞培养之后来做特殊的分析。分析的目的是要看看染色体是否有异常，或是有没有特定的基因的病变。那羊膜穿刺它的检查的时间是在16到20周左右，但是绒毛膜是要取得胎盘的绒毛膜的细胞去做检查，它可以在怀孕10到12周就进行。那因为它的有比较稍微比羊水穿刺的检查的风险稍高，而且它的一个检查的时间点要稍微提前，所以它有它的一个优点。那他可以比较早就能够知道胎儿的健康状况。另外必须要再做一个提醒的是，大概在怀孕16到20周之间，其实可以进行高层次，也就高解像力超音波的检查，这样可以进一步的来观察成长到这个阶段的胎儿，他的身体的结构，他的身体的活动度是不是有缺陷。如果有任何的异常的一个发现的时候呢，那当然要安排必要的进一步的一个检查。怀孕第112天，听完医生的解说之后，我和大明安心了许多，也做好准备要进行羊膜穿刺。宝宝啊，你不用怕，我相信医生会很小心的，跟妈咪好好一起加油吧。好，谢谢。在第一段的羊水不能用，因为容易混染母体细胞，影响检查结果。原来如此。好。你看，这颜色淡黄、清澄、干净，没有血丝，很标准。表示没有扎到宝宝。放心，我们这次啊，抽20cc 左右，这羊水它自动就会补充的。啊，放心，啊，正常检查。谢谢。我们现在去休息一下，啊，大概半个小时就可以离开了。这两天尽量不要体重，不过其他的事情啊可以恢复正常。啊，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再一起通知你。如果没有问题，两个礼拜再来做产检。谢谢医生。各位亲朋好友，我的羊膜穿刺检验报告出来啦，一切 OK。 是佩仪，太好啦，恭喜你又闯过了一关，谢啦。宝贝是小绅士还是小淑女？是女孩哦，只要平安健康，生男生女都好啦。我姐姐之前怀孕有去做过高层次超音波，听说还可以看见宝宝的长相哦。真的假的？喂喂，新兰哦，哎，我问你啊，你刚刚说那个高层次超音波是真的可以看到宝宝的长相吗？其实那个检验的重点不是为了看宝宝的长相啦，主要是为了检查宝宝有没有遗传疾病啊，或者是重要器官出现异常啊，譬如说像水脑啊、心脏缺陷等等，它是目前公认没有伤害性的超音波检查哦。如果你的医师我觉得有需要的话，也可以自行考虑自费做一下哦。原来还有这种检查，好吧，谢谢你，我知道了。嗯，好，拜拜。嗯。
老婆，你不舒服啊？你是睡去哪里？梦到什么？干嘛打我啊？我哪有偷打你？被打的是我吧？啊？这房间就你救我，还会有谁来打我？对啊，可是我没有打你啊。可是我好痛。就是你。啊？真的没有吗，老婆？我才被打了。老婆，你怎么了？你不舒服啊？我误会你了。我知道谁是真凶。你的意思是说，是妹妹在踢你？好，要不要听听看？好。有哎，怀孕第133天，我和大明第一次感受到胎动，在我的肚子里有另外一个生命跟我一起呼吸着，这种感觉真的很奇妙。妹妹啊，妈妈真希望能早点见到你。老公，老婆。再忍耐一下，马上就到了。怀孕第283天，我想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妹妹，你要跟妈妈一起闯这最后一关。宝宝出生48小时后，健身医院都会采集新生儿的脚跟血，然后寄到筛检中心去检查，看看有没有先天性代谢异常疾病。目前透过这样的检验，可以检测出20几种疾病哦。所以你的意思是，这等于是我们家宝宝人生的第一个健康检查？嗯，没错。嗯，好。好了，我知道了，啊，对，没问题，妈你就不要担心了。好了，你放心了，嗯，她现在喝奶很顺利的，啊，没有问题。对，小茹很会照顾她，啊，没问题没问题。你如果不放心的话，那这个周末你们就来看她，你的孙女，啊，好，那就这样喽。好，好，妈再见，拜拜。老婆，我回来了。老婆，我回来了。嗯，宝宝回来了。哎，老婆，我回来了。老婆，我回来了。老公回来了。老公怎么了？看起来不太舒服。是不是我们的恩恩太调皮，累坏了你啊？啊？老公，我要跟你说一件事。什么事？你不要被吓到。刚刚医院打电话来，他说之前恩恩做的新生儿筛检，其中有一项是宜阳性。宜阳性？那什么意思？就是恩恩可能有本头尿症，要赶快再去医院做复检。我原本以为只要生下小孩，该闯的关就都闯过了，没有想到现在最大的考验却等着我们。我们带着恩恩回医院复检，心中又冒出了好多问题：到底什么是新生儿筛检宜阳性呢？本头尿症又是什么？等待复检结果的过程是煎熬的。新兰告诉我，可以上财团法人罕见疾病基金会了解一下关于罕见疾病的问题。这时候我才发现，
原来台湾有许多家庭中都有罕见疾病的孩子。所谓的新生儿筛检，我们在他出生满48小时，从脚跟那边消毒，采取几滴的血液滴在滤纸片上面，阴干送到筛检中心去做特殊的先天代谢疾病的筛检。那这些检查的最重要目的是在没有症状之前就能发现特定的先天性代谢异常的疾病，让孩子能够在没有发病前就能够知道病情病因，而且能够给予适当的有效的治疗。在台湾地区目前做的检查的项目里面，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是先天性的甲状腺功能低下症以及苯酮尿症等等。那在检查的这样的一个报告的时候呢，这个检查报告通常能够在1到2周之内就有报告。如果孩子是正常的，那发的报告就是阴性。那家长可以呢透过网络用特定的 password 就能够得到你的孩子的一个检查报告。在检查报告当中的阳性当中分成两个阶段，有一部分叫做疑阳性，另外一方面就是阳性。那对于阳性的个案呢，我们极力的来建议家长一定要尽快的带孩子回到医疗院所，甚至应该到转介的医学中心去做进一步的检查，来确定孩子的病情，接受及早的治疗。但是如果您的孩子的一个检查报告是所谓的疑阳性的话呢，其实您先不要过度的惊慌，他所需要的一个进一步的一个确认检查呢其实很简单，再度的带你的孩子到出生的这样的一个医疗院所去，那也就是采检的医疗院所呢去做第二次的采检，尽快的做，那尽快的就会有答案。往往疑阳性的孩子在经过第二次确诊呢，他们就是阴性，也就是正常的一个情况，您就不用过度的担心。新生儿时期的听力的检查，它是简单安全，而且它非常的重要，所以在此呼吁所有的家长应该让孩子能够接受新生儿听力的筛检，及早能够知道孩子的听力的状况是否正常。喂，我是恩恩的妈妈。真的吗？好，谢谢，太谢谢你了。怎么了？医院刚刚打电话来说安安的复检没有问题，他没有苯酮尿症。太好了，小恩，你听听妈妈说你没有问题哦，健康的宝宝。雨过天晴就会有彩虹，我们和恩恩都很幸运，但是还有更多的罕见遗传疾病家庭正在等待属于他们的彩虹。麻烦你6楼，谢谢。哦，到6楼啊。罕见疾病吗？是啊，我们要到罕见疾病基金会。请问你是？哦，我是罕见疾病基金会的陈丽英。陈丽英哎。你是创办人？请问我有什么可以帮你们忙吗？是这样的，我姓陈，这位是我太太。你好。我们想要到罕见疾病基金会来捐钱。真的吗？实在太感谢了。没有，我们才要谢谢你。好，待会多聊一下。请跟我进来。谢谢。我想请问一下，你们为什么会想到来我们基金会赞助我们的计划呢？是这样的，我们恩恩在出生的时候做了新生儿检测，当时有一项苯酮尿症的结果列为疑阳性，我跟我老公好担心，后来就开始上网找资料寻求帮助，终于我们看到罕见疾病基金会的网站，上面有很丰富的资料跟服务。当然，我们也在上面看到很多罕见病患的故事。我们想，他们一定很需要帮助跟关心。是啊，我们真的很幸运，因为恩恩在最后的检验的结果呢，都是呈现正常的。
这让我们夫妻两个觉得能够顺利生下健康的宝宝，真的是一个非常感恩的事情。所以我们决定要把恩恩的蜜月礼金全数的捐出来，啊，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谢谢，谢谢你们的捐助。我们希望可以分享给所有的罕见儿童的这些的家庭，希望他们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喜悦。其实你们做的那个新生儿筛检呢，是我们基金会从立会以来，2000年到2006年的6月30号为止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推动的一个国家全面性的新生儿筛检计划啊，希望能够帮助更多就是全台湾的新生儿能够有一次非常重要的健康检查。那恩的话可能是一种伪阳性嘛，哈，那很恭喜你们有一个健康的小朋友，那也希望恩恩能够快高长大。那我们会用你们的善款啊，就是除了帮助新生儿筛检的低收入户，还有就是原住民的新生儿以外啊，那我们还会在他用他在我们更进一步的就生育关怀计划里面，帮助更多更多的家庭能够有健康宝宝啊。那谢谢你们，再次谢谢你们。啊，谢谢，谢谢。孩子的健康是身为父母最希望给他的礼物，大家如果同意的话，请按赞吧。你好，我是汤志伟，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能够参与这次的公益节目的录制。那么我特别想要说的就是，因为有你，爱不罕见。大家好，我是沈玉玲，今天呢非常高兴能够来参加我们罕见疾病的公益短片的拍摄工作啊。那么在这里呢，呼吁大家共同来支持我们罕见疾病的家庭，给我们罕见疾病一份支持的力量。因为有你，爱不罕见。Hello， 大家好，我是 Ivy。今天很开心参与罕见疾病的宣导短片，真的心里非常非常的紧张，但是又很兴奋，因为觉得可以因为这样子关怀罕见疾病的朋友，觉得很开心。因为有你，爱不罕见哦。大家好，我是 Juby， 今天非常开心能够参加这么有意义的演出，诚心的邀请你，让我们一起来关心这些罕见疾病的朋友们。因为有你，爱不罕见。大家好，我是耿慧珠，今天很欢喜哦，当来拍这个罕见疾病的宣导片啦，我很欢喜嘛，希望讲我们一寡吼较有爱心的吼，大家拢来关心啦，因为有你，爱不罕见，爱心哦。我是汪文英，邀请您一同关怀罕见疾病，因为有你，爱不罕见。Hello， 大家好，我是张若君，我现在正在呢拍摄我们罕见疾病基金会的一个宣导短片的一个现场，我饰演的是一个孩子的爸爸，这个孩子呢是刚刚出生，疑似得到了一个罕见疾病，所以呢我的心焦如焚啊，那个心路的历程当中，因为这部戏剧让我了解到这些呢得到病生病的这些的家庭呢，这些亲人朋友们，他们真的是爱非常伟大的，因为呢他们对于他们自己的小孩完全的就是一个很努力的希望能够帮助到他们。那我也希望呢这个社会上面有更多的人可以伸出援手加入我们，一起来帮助他们，因为有你，爱不罕见，大家一起来加油。 Hello， 大家好，我是孟庆儿孟孟。那这一次是我第一次演戏，第一次演戏我就可以献给这样的演出，我真的觉得很荣幸也很感激，因为它让我在工作的时候觉得我在做的事情非常非常有价值，它可以帮助大家认识罕见疾病，然后呢也用我自己个人的力量来帮助他们。那在这里我很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一样，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力量，不论你在这个社会上的哪一个角落，因为有你，爱不罕见，耶！心跟风的呼吸，黑夜将近，太阳升起，穿越荆棘，我飞过迷雾森林，阳光太紧盯我，别过头去，发现是你一直拉着我这一，于是我相信天使的气。偶尔恐惧，害怕会过头去。
因为